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苍哥。对，今天也是我们特别企划的一集，因为之前在三月份的时候，对大家听到现在有非常明显的救护车声，因为我们现在是在这个救护分队里面。对，然后因为之前三月的时候呢，就是有跟大家询问说大家想听的问题，那其实我蛮多人想要听，就是打119叫救护车的一些注意事项，包括说，可能要讲哪些就是资讯给我们的救护员知道啊，然后何时该打119啊。对，那今天就请到我们的这个救护员苏博宪，对，就是这个专业救护员，那今天我们就代替大家来请教这些问题这样子。对，那关于第一个问题，就是大家想要了解说，我们假如真的遇到事故，那遇到就是家人生病，那真的想要打119然后叫救护车的话，那我们有哪些重要资讯是一定要报给你们知道的？好，那大家在打119的时候啊，首先我们的119会有一个派遣员，他会负责接你的电话。那当他接起电话来之后，他会问你的第一件事情就是，请问你要消防车还是救护车？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你就必须要很明确的告诉他说，我需要一台救护车，然后告诉他我的地址，我现在位于哪里，然后我这边有几个伤患，或是有多少个需要被送医的人。对，然后接下来他会问你这个人是受伤了呢，还是生病了？然后意识清不清楚，然后还有没有呼吸？然后接着他会问，就是患者是男生女生，大概几岁？这些资讯是好 OK。那听起来其实他们就是有一个标准流程的一些问题要问大家，所以大家只要遇到打119的状况，其实也不用紧张，就听派遣员问你们什么问题，然后就是据实以答，就可以收集到足够的资讯。那不如我们现在就来模拟一次这种状况，就今天假如我遇到一个需要救护车的情境，好，然后我就打119这样子。喂，请问是那个消防局吗？119消防局，你好，请问需要救护车还是消防车？你好，我这边有人受伤了，需要救护车。有人受伤了，请问你那边地址是？地址是那个台北市罗斯福路4段1号。罗斯福路4段1号嘛，那请问他是怎么受伤的？他好像是骑脚踏车，然后就是跟别人发生擦撞，现在倒在地上。脚踏车骑士发生车祸，那你可以帮我看一下他现在人意识还清楚吗？他有一点在呻吟，不过就一直说很痛这样子，一直抱怨很痛，就是还清醒就对了。对对对。那请问有其他的伤者吗？目前伤者只有一个人，另外一个人可能肇事逃逸，不知道。好，所以这个病人他现在是清醒，有呼吸，然后只有一个。对对对 对, 对。好，那我们救护车已经在路上了，等一下如果听到救护车的声音，麻烦帮我们照一下手。OK， 没有问题。好，谢谢。好，所以基本上大概一个状况就是这个样子。接下来第二个问题就是想说，那其实我们打119啊，然后到救护车真正抵达的时候，其实是有一段空档的。那这个时候，身为就是一个打119的人，应该要做些什么去帮助这个患者？好，那大家在打119的时候啊，其实我们的指导员他会判断这个病人的状况。那如果你在刚回答派遣员的问题的时候，跟派遣员明确的告知这个病人已经没有意识，而且没有呼吸的话，派遣员就会判断这个病人是一个 O 卡，也就是到院前心肺功能停止的病人。好，那这时候派遣员除了会立刻派救护车出勤之外，他会指导你做出一个所谓 DACPR， 也就是指导员在线上指导 CPR 的一个急救。好，那大家打完119之后啊，除了就是 DACPR 的部分之外，好，那如果可以的话，就是麻烦大家在听到救护车的声音的时候可以帮忙下楼开门啊，或者是在路边的话可以协助招一下手，让救护人员可以快速的找到正确的案发地点。OK， 所以听起来就是，假如你们线上判断说，这个病患需要急救的话，你们就会用电话的方式教导民众要如何急救这样子。然后刚刚另外一个重点就是，救护车来的时候就赶快就是告知救护车，就是现在伤患在这个位置，让你们知道。那民众也会想要知道说，那有什么事情是不该做的？因为应该是该做的嘛。那有些民众可能过度热心啊，然后反而去造成就是伤患受伤更严重。那有哪些事情你们认为是救护车到达之前就尽量不要去做的。好，那当然有一些民众会很热心啊，会想要看能不能尽量多帮一些忙哦。可是，在有一些状况之下，你的过度的热心的行为反而会害了这个病人哦。比方说，在创伤的病人，像刚刚的情境，就是一个车祸的病人哦，他也许会有颈椎伤害，所以你随意的去移动他，有可能会造成他的二次伤害哦。那有可能会造成他的颈椎受伤，然后造成瘫痪。其他的像有一些，比方说癫痫的病人啊，老一辈的他们可能会有一些观念，就是怕咬到舌头，所以他们会想办法把他的嘴巴掰开，然后塞东西进去。
那当然这样子的行为就是反而会让病人就是可能牙龈受伤，或是让造成自己被咬伤等等哦。然后有一些偏方就是中风的病人，他们也会想要在指尖放血的，然后那这样也是不对的，希望大家不要做这些事情。OK， 好，那以上就是我们针对呼叫救护车这部分的访问。对，那我们这一集就会到这边。那我们下一集就是更精彩，就是要告诉大家说，哎，那到底什么情况下适合打119？因为其实现在台湾的119的状况有点被滥用，因为大家可能也不知道所谓刺青的轻重缓急，就什么都想要打119，造成就是救护员一个过度劳累，然后救护车常会被滥用的状况。那我们下一集主要就会探讨这个。对，那就记得要锁定我们下礼拜的新影片啦。好，那么就先这样子，那也谢谢博宪，好，大家拜拜。